要以前教大家怎么样去打左右直球，最基础的前直拳、半后直拳。对，从侧边看一下。有一个知识点一定要记住，打前直拳的时候，前脚一定要转腰跟送肩，后直拳也是一样，后脚跟转腰送肩，左右拳一定要打在一个 point， 一个目标点，一、二、一、二，后手打出去的时候，前手一定要回收。防护自己的脸部。